老虎性情凶猛，是当之无愧的百兽之王，而狗狗长相呆萌，是主人心爱的宠物。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说，老虎都是完胜宠物狗的。那打不过也逃不掉，那么气势上我们就不能输了，要让对方明白自己也不是个软柿子。这只狗狗就将这个道理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视频中的金毛正在喝水，这时一只老虎朝着狗狗走了过去，刚想拍一下狗屁股，结果被警惕的金毛给发现了。金毛以为老虎想吃了自己，转身想要给老虎一点教训，没想到身体比大脑实诚，狗腿发软，直接跌倒在地。狗狗强装淡定，顺势趴在地上和老虎对视，狗子，我一定不能让这货看出来我怂了。而老虎也被狗狗一声狂叫也吓得心慌慌的，老虎想我堂堂百兽之王竟然被一只狗欺负。曾经勇猛无比的老虎，如今也成为人们饲养的宠物，在主人的饲养下，它们逐渐的丧失了捕猎的本能，变得温顺。小伙伴们觉得老虎真的害怕狗狗吗？欢迎分享你的看法。